OK， 哈利路亚，大家好吗？大多数都会听华语噶嘛，系咪？我因为我嘅广府话系半生不熟噶，得啦嗬，冇所谓啦嗬，学亲亲啊，中文同埋广府话啦，讲唔到嘅时候就中文就出嚟噶，得嘛？多谢神，同你旁边嘅人讲，有期望就有惊喜。你今晚有期望吗？期望乜嘢呢？早啲散会，哈利路亚，系咪咧？可以食十啊！真系有期望之有惊喜，真噶。如果你冇低期望你，可能乜嘢惊喜都冇。哦，今晚咧就有一个惊喜啦，嗬！对你哋都系一个惊喜。头先我喺嗰度祈祷嘅时候，突然间圣灵感动我。一定要叫你们做一个小小的话剧，就是哑剧的，就说哑剧来的不讲话。跟我今天要讲的到非常好的关系，期待圣灵来帮助我们，很多东西都很惊奇，我自己也很惊奇，不过我们就做惊奇的事吧，因为圣灵要工作。今晚上是一个培灵分享会，今晚是一个培灵和分享会来的，我有同牧师讲，今晚是一个特别的聚会，明天只是一个一分钟报道法，是不是？一分钟报道法很简单，但是一分钟怎样报道法有很多的 practice， 叫弟兄姊妹来 practice 怎样用，不是我自己讲的。那我回你了，一分钟报道法又跟着我回去了，又没来到怡宝了，是过客的，不是。好，一起一起来学习，希望在怡宝每一个人都懂怎样来个人报道法，不是学了你这个跟我无关的，我都没有全福音的恩赐，不要这样说，跟你旁边的人不要这样说，因为神爱我们每一个人都全福音，是不是呢？都不懂说，说见证懂说嘛，当然懂了，这个个人报道法其实是就是说见证，可以一分钟做完吗？听晚你就知道了，听晚你就知道。今晚我哋好欢喜，一齐嚟。我睇到我嘅学生，有啲学生喺我哋中间啊。虽然唔系每一个我可以叫出你嘅名，系多谢你，因为冻龄嘅 student 睇到啊，我成为一个老师啊，真系好高兴睇到你哋嚟 support 我哋啦，系一个高兴啊。希望我哋老师会俾你哋失望啦，你都啊，圣灵喺我哋今晚嘅最。聚会入边动工，这个时候我们做一个祈祷，好吗？亲爱的主啊，我们邀请你这个时候与我们同在，因为我们知道没有你的圣灵，我们不能做什么。这个时候求主这个圣灵在我们的中间要眺望到分享的工作，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需要你，因为我们知道你的心意就爱我们更加的亲近你，做一个德性的基督徒，做一个火热的基督徒。我们知道很多时候我们令你失望，我们对自己都很失望，但是我们无能力带你改变。希望你今晚跟我们讲说话，接着你的话，接着你的仆人，恩高气使用气，成为这个流通的管道，祝福我们每一位，改变我们的生命，翻转我们的生命，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阿们。再细声一点的 background music， 细声一点，我这里细声一点，因为我很容易被音乐拉了起，所以細聲少，唔係 my morning 嘅 ，my morning 嘅，啊細聲少少得啦。行、okay ，我哋今晚去睇嘅聖經記載喺《路加福音》第24章第13至15節，第24章第三節第13至35節，快快地我哋打開，因為。我们很多事要做，很多事要听，主帮助我们。24章
加福音24章，路加福音第24章，我们来读一遍哦，我念给大家听，然后呢，待会我们请我们的弟兄们配合来演一个小小的话剧，把它演活了，让我们重回当时的画像哦。找到了呢，红 yes 可以吗？好似呢度嘅人红 yes 嘅喎，呢度冇人嘅喎，我牧师冇时间翻，或者冇带圣经嚟啊？有冇？我想讲啦，哦，你有仲有一个圣机啊，就系，是，你嘅 handphone 系圣机，入边有圣经嘛。OK， 一齐嚟读，24章13节。路加福音24章13节到35节哦 ，OK， 我们一起来念哦。正当那日，门徒中有两个人往一个村子去，这村子名叫以马忤斯，离耶路撒冷约有25里。他们彼此谈论做一件的一些事，正谈论相问的时候，耶稣亲自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只是他们的眼睛迷糊了，不认识他。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走路彼此谈论的是什么呢？他们就站住，脸上带着愁容。二人中有一个叫哥留巴的回答说，你在耶路撒冷做客，还不知道这几天在这里所出的事吗？耶稣说，什么事呢？他们说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他是个先知，在上帝和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祭司长和我们的官府竟把他绝弃，定了死刑，死罪钉在十字架上，但我们素来所盼望要赎以色列民的就是他。不但如此，而且这事成就现在已经3天了。再者，我们中间有几个妇女使我们惊奇，他们清早到了坟墓那里，不见他的身体，就回来告诉我们说，看见了天使显现，说他活了。又有我们几个人往坟墓那里去，所遇见的正如妇女们所说的，只是没有看见他。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得的吗？于是从摩西和从先知起，凡经上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将近他们所去的村子，耶稣好像还要往前行，他们却强留他说，时候晚了，日头已经平息了，请你同我们住下吧。耶稣就进去要同他们住下。到了坐席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掰开递给他们，他们的眼睛就明亮了，这才认出他来。忽然耶稣不见了，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他们就立时起身回耶路撒冷去，正遇见一个使徒和他们的同人聚集在一处，说，主果然复活，已经显给西门看了。两个人就把路上所遇见和掰饼的时候怎么被他们认出来的事都述说了一遍。好，我们圣经读到这边，你们有读吗？有啦，有听啦，这篇经文我们都知道，很详细的记载在路加福音，我们很清楚的看到啊，路加这个医生怎样的记载一段的故事。如果大家有注意到罗家医生呢，他写书信的时候呢，他很有他自己的 pattern 的，他很喜欢写一个 journey， 一个历程。 Every journey is something to tell， 很多的历程里面呢，很多的故事，一段一段又一段。比如说他记载了很多耶稣去的地方的时候，他又记载一段的故事。 As a journey，在这里我们看到24章的时候，就耶稣已经钉死在十字架，已经一段时间的了。圣经跟我们说，可以说这个时候已经是夜深人静，人很灰心，那个门徒全部都走了，
耶稣在十字架的这个故事已经结束了，好像一个电影，哇，很紧张的时候，耶稣噔噔噔，这个 rhythm 很快啊，很快的一种的节奏感，耶稣很快的被抓拿，被鞭打，哦，受苦受难。那一天晚上，他们不断的审问他，审判他，后来的没几耐就钉起在十字架，十字架之后，耶稣被钉死了，他们就去埋了耶稣。这样的时候，门徒全部走晒了。这个时候好像一个电影开始慢慢慢咗落嚟啊 ，the rhythm very fast low， 嗰个大嘅呢个 picture 慢慢好似生咗灯一样嗬，慢慢就冇啦，好多嘢都静晒啦，好似一场戏一场底已经过咗。呢个时候咧，好似一个大灯光，好似一个大灯光一样，突然间就拉起两个人嘅身上嗬 ，and focus。on two person， 系咪咧？好似一个大光照喺一两个人，呢两个人系边个咧？系耶稣嘅门徒嚟嘅。但系呢个时候，你可以睇到乜嘢都静晒落嚟啦。呢两个人好灰心，佢哋离开耶路撒冷，行去一个村庄叫以马忤斯。以马忤斯，一齐讲以马忤斯，一个近邦嚟噶。呢个两个人可能。就是把你金光打烂家公，因为他们很失望，他们所崇拜的耶稣死了，他们的梦破碎了，什么得胜做王，做耶稣 的君啊，做他的大圣的梦已经破碎了，他们好像彼得一样把你金光打烂家公，他们又回二马五次了，好慢好慢，好灰心，好似一个人好 depressed 嘅时候，行路系头低低，好失望一样，脚步系好慢啊，系咪咧？慢到后来，耶稣就出现啦。耶稣问佢哋：，你哋讲紧乜嘢咧？系咪咧？佢哋讲：你唔知咩？你第一次新嚟噶，点解佢哋唔认识耶稣咧？因为耶稣已经复活了。你哋睇唔清楚耶稣嘅容貌，可能已经变咗，所以佢就就讲啦吓，你唔知啊，耶路撒冷发生一个大事啊，嘣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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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嘣，耶稣讲，你哋点解信得咁迟钝呢？就同佢讲，人子耶稣一定系受死钉喺十字架噶，第三日会复活噶，咁样。他们就讲下耶稣好像我要行第一个地方去，他们讲耶稣你留下了，我们一起吃饭吧，耶稣就被他们逼留下吃饭，吃饭的时候他们就薄饼的时候，突然间耶稣就向他们讲很多，突然间拜饼的时候，哎，这个不是耶稣吗？不是我们的主吗？哇，突然间他们的眼睛明亮了，但是耶稣不见了，咁样佢哋就讲：，哇！头先我哋耶稣同我哋讲话嘅时候，我哋嘅心系火热嘅、哦。后来佢哋就跑翻耶路撒冷翻嚟啦。咁样讲有啲少少别啫啦，但系而家我哋有惊喜，我提请呢两个弟兄帮手我哋演一场，得嘛？牧师得啊，吓，牧师吓，得啊，啊，得啊，咁样我做耶稣啦，啊！耶稣 turn smart 啲啦吓，咁样啊，你哋两个把你咁冇讲话嘅，咁样你哋行一阵间，你哋又行呢度翻哦，我翻去耶路撒冷嘛，你耶路撒冷你吓，你哋行一天又翻翻嚟，好慢嘅，咁样慢慢讲啊，冇讲话吓，得啊，俾只鼓声我好冇，掌声。就可以了，可以吗？再一个掌声。我的饼没攞围了啊。
啊，第二个系咁样啦，嗬，啊，俾一个掌声佢第啲啊，好嘛？而家我同大家嚟分享今日嘅题目，叫做再找一回心灵嘅以马忤斯路。再找一回，一齐嚟讲，再找一回心灵嘅以马忤斯路。诶，提升啲，再找一回心灵嘅以马忤斯路，意思就系讲点解上帝接待罗家医生记载呢个故事呢？呢个故事唔系单单留低一个历史嘅记载，系俾我哋呢啲读者读咗之后，再一次同我哋讲说话，可以讲阿咩嘛？圣经唔系已经过时噶啦，过时噶啦，系托起你讲嘅，同我哋呢个现代嘅人无关嘅，唔教嘅。No Bible is sufficient for audience today.It's for contemporary Christian today. 耶稣的话现在仲跟我们讲说话，可以讲什么吗？可以跟我们讲说话。很多时候我们没有看到圣经真正的教训是什么，求圣灵帮助我们。为什么我们爱再走一回心灵的以马忤斯路呢？好像我们每一次参加聚会一样，都是一回的心灵的以马忤斯路。圣经同我哋讲呢个故事系咁样嘅记载，因为耶稣死咗之后，门徒好灰心，很灰心，垂头丧气，因为佢哋所盼望嘅弥赛亚耶稣死了。圣经同我哋讲，佢哋就好行下行下嘅时候，突然间耶稣出现，就问佢哋乜嘢事发生。我哋睇到点解佢哋睇唔出系耶稣呢？点解佢哋会咁样伤心、灰心、丧志呢？因为曾经发生的事情。今天晚上，我们要从这个故事的里头，到底要启发我们什么？再次让我们心灵再一次重整回来哈。到底今天来看一看我们的属灵生命，再一次睇我哋嘅属灵生命系。唔系再需要行一走、行一回、行一趟心灵嘅以马忤斯路。第一点我同大家分享嘅就系重新专注，重新 focus 专咩？专注第三者耶稣。一齐嚟讲，一二三，重新专注第三者耶稣。大声啲，一二三。点解佢哋冇注意到耶稣呢？好多时候我哋好似呢两个门徒一样，因为我哋好专注自己嘅问题，自己所遇到嘅问题，我哋忘记咗第三者耶稣。因为佢哋两个人，耶稣系第三者啦，嗬。乜嘢叫第三者啊？而家第三者呢个话冇咩唔好做人哋婚姻嘅第三者啦，啊，做小三啦，啊，二宝有一个。咁啊，是二奶相啊，啊，点解叫二奶相？啊，听讲教派好多做人哋二奶嘅地方啦，哦，系咁噶啦，而家冇啦，又搵到二奶都搵唔到啦，吓，系二奶相。意思系讲，我哋唔系讲呢个，我哋系讲第三者，因为我哋太注意自己嘅问题，因为我哋太注意我哋自己嘅自己嘅自我中心，以致我们完全没有看到耶稣的存在。今天我们会不会灰心失望？我们会不会所有的东西都专注在我们自己的事工上，而忽略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耶稣爱你专注在这个身上。 Jesus want you to focus on him。 我们侍奉是侍奉是好的，但是侍奉不要忘记我们侍奉最终的是耶稣，不是人。同你旁边的人不是人，是耶稣。我们好笨在做事，但是我们不记得耶稣叫我们做人。做人好重要吗？做什么人？做耶稣基督的门徒。好像玛利亚和马大一样，很多时候我们喜欢做马大，马大容易做点，是不是呢？做啊做啊做啊，快点睡觉。但是做玛利亚很辛苦的，祈祷又祈祷，
去读圣经，仲系好尊重，同埋好多 activity 唔可以参加，唔好嘈我，唔好嘈我啲母亲。几时啊？一个钟啦，等下一个钟得嘛？一个钟你慢慢考下啦，我自己去食嘢噶啦。好多时候我哋中意做嘢，但系我哋唔中意喺耶稣嘅面前。我哋好羡慕人哋耶稣同你讲说话，点解我冇听过？我信咗耶稣十几年，一句话都冇听过，一句话都冇听到耶稣同我讲。点解会咁样呢？好多时候因为我哋 is too focused on 我哋自己嘅嘢。祈祷系咩呢？祈祷系报告耶稣，我嘅脉冇咗，我系够糟噶啦，即系我系搏噶啦。你冇帮我，我死梗噶啦！你再唔帮我，我换神噶啦！我换神咁犀利，我得换教会噶啦！吓、啊，这个教会帮唔到我。弟兄姊妹，好多时候我哋忽略咗第三者耶稣，俾我哋好灰心。我哋时常系睇到都系人，睇嘅都系问题，忘记咗耶稣。我叫我哋睇呢啲嘢，耶稣叫我哋睇戏，睇戏 ，focus on him。去睇你嘅歌，我哋自己做。呢两个门徒真系唔知道耶稣，咁同佢讲：你新嚟噶，你唔知啊？哎呀，发生咁多嘅嘢，耶稣点解？耶稣就讲：你嘅信心点解信到咁迟钝嘅咧？你点解信到咁迟钝啊？耶稣讲：一定会送十字架嘅，送咗十字架受死，只可以复活吧？你点明？好多时候我哋好似呢个门徒一样。我哋需要复活，因为我哋嘅心已经冷淡了。我哋每一个礼拜嚟参加，又翻翻嚟，好似一个礼拜又一次。头先我同问大家，你低咗期望嚟救啊嘛？今日我哋冇咩期望，早嚟早散，快啲咯。哦，牧师睇到我嚟啦，唔使打电话俾我，牧师，我做领袖一定爱你，唔嚟又俾你留啦。啊，耶稣唔会留啊，牧师唔会留人啊，我做咗啦，拜拜。唔系，我哋一定爱低咗期望。我同我会友讲，我哋有每一次嘅聚会，我哋爱 expect something， do something special， 俾人哋知道，诶，今次嘅聚会有啲唔同喎。唔好你做一嘅时候，人哋砌到第十个咯，你明白我嘅意思啦？啊，但系你讲哇，搞咁多嘢做乜嘢？唔系搞咁多嘢做咩？最紧要就系我哋爱再一次嘅认识我哋嘅耶稣。好多时候我哋灰心，系唔系因为我哋太过忙碌，忘记咗我哋嘅第三者耶稣啊？耶稣系咪变成你嘅第三者呢？耶稣应该系你嘅第二者，同你个人嘅沟通，同你倾偈。忙系好嘅，有朋友系好嘅，但系唔够，同朋友一齐。fellowship 几好啊！嚟教会食食饮饮几爽啊！翻翻去啦，唔够，一齐讲唔够，唔够啊！因为什么？耶稣仲重要你同佢个人嘅关系。第三者耶稣，因为我哋忽略。如果你一再一想，再一次嘅复兴起嚟，唔该弟兄姊妹，我哋一定重新 focus on Jesus。这个是很重要的。 Focus on Jesus。 我做一个很简单的 example 给大家。今天很多惊喜，我自己都好，自己比自己惊喜很多，吓了自己一跳。刚才我真是狂到同下，牧师啊，你有省钱吗？同你拿省钱，牧师说没省钱，有大张的。我说我大张，我省钱就够了。我做一个好简单嘅 illustration， 呢个系个杯啦吓。我咁样投一投呢个散钱入呢个杯嘛，好艰难系咪咧？真系好艰难。那个命中率真是很少，几乎是零。怎么算呢？有什么方法去帮助我命中率高一点 ？The possibility go inside the possibility， 行近一点，啱吗？行近一点 ，OK。
柯林讲到好啱，我试下睇下。我行近啲，行近啲少少，得啦啊得。哎呀，又系唔入喎，唔够近，唔够近，或者女唔够，或者呢个窿唔够大，好想干。行近啲啦，如果行近咧，会入吗？入系咪咧？梗系入啦，因为好近噶啦。其实好简单嘅一个词，点解我哋好多时候听唔到神嘅说话？点解我好多地时候我哋嘅心会火热？点解啊？因为我哋冇透近。如果我行近啲，我投入一定会入，那个可能性高咗好多。行近啲，靠近啲，同你旁边嘅人靠近啲。点解要靠近啊？同耶稣同一头先我哋睇到两个弟兄做个示范，俾我哋睇到耶稣同佢哋喺埋一齐，同佢哋薄饼，可能耶稣薄饼白灯。咦，这个我们的主的白灯来的，你同人不同的掰饼的时候，可能耶稣诶，这个不是我们的耶稣咩？突然间他们就眼睛开亮了，耶稣同他们查圣经同埋薄饼，意思就是说什么？他们分分起，如果我们爱原身分起复兴方面，一定爱用托起个圣经同埋靠近去，因为耶稣靠近他们，如果耶稣没靠近他们，他们一定不会认识耶稣，他们一定就不会带火热。我们看到很重要的第二点，一起来看第二点 please let's again 认识耶稣是不是认识圣经的并进 to work together 一起来说下认识耶稣以认识圣经的并进。如果我们爱靠爱更加的原心，我们一定爱靠近耶稣。如果你靠近耶稣，你听耶稣的话就很清楚。为什么你听不到耶稣的声音呢？因为你很不靠近，你好远，好像我咁远，怎样都不会入。这是很简单的真理。如果你要听到，点解你好羡慕牧师啊？点解佢哋要去听到神同佢讲话，为人哋祈祷噶？有呢个问题。点解我哋睇到王杨坤做成神迹嘅时候，点解佢好多神迹跟住发生呢？好简单，因为佢好靠近呢位上帝。唔使羡慕，每个人都做得到嘅，每个人都可以听到神嘅声音嘅，唔系王杨坤一个人。我哋都埋讲王杨坤好啊，唔好意思啊。我系意思讲，王一恒神重用你，多谢神。但系神嘅旨意系每一个人。如果我哋热心冇咗，我哋服侍嘅心冇咗，我哋灰心咗，系唔系我哋唔够靠近我哋嘅神，而离开你气越远？又冇睇你嘅圣经，又唔去祈祷，祈祷系个神啊！多谢你祝福一切平安，阿门。祈祷嘅时候简唔简单？主啊，我唔使讲噶咯。讲到啰嗦，我需要的你都知道了，讲开又讲，又不用讲了，你知道了。耶稣你都不好，我喜欢我长气，耶稣喜欢你长气，同你旁边的人，耶稣喜欢长气。好像你我由那个请 B 的时候，第一次第二次 Simple 你却不入，但是慢慢越来越远的了，越来越靠近的了，越来越清楚，而你知道那个力度的时候，入气的巴仙地就很高了。弟兄姊妹，以马忤斯的路上，这一些呢来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没有靠近耶稣，我们靠近世光，我们靠近人群。耶稣好知道他爱靠近人群，前中黑前气知道，但是未靠近人群的时候，他首先就去靠近他的天父，是不是？每一个朝头早晨你从他的天父祈祷，夜晚的时候人家在睡觉的时候，你走到旷野，走到他身上，
你祈祷，是需要力量，是需要以靠近天父。弟兄姊妹，我们信了耶稣更耐了，你的心几时过呢？或者你的教会很严深，我是万二家，万一用了牧师，我要求什么？我来教会就不错的了，你想怎样啊？耶稣你想怎样啊？对不起啊，这样粗一点了，但是我跟你说，耶稣很简单的，耶稣爱你求近，他爱求近你，但是你推开他，耶稣不得闲啊，你不要叫我侍奉啊，耶稣我不得闲，现在用微信我看看戏呢，我看看我不戏了，今晚为什么我们这样？耶稣很伤心，耶稣希望我们求近你。弟兄姊妹，这两个门徒本来是很热心的，但是慢慢他们 focus 在耶稣的身上，他们 focus 在自己的身上，看看别人，看看谁个好不开心，侍奉到好不开心，因为这个人给我问题，这个跟我不好、这个拿我便宜，这个我们就很计较，信了邪教、就是比较同埋计较，信了邪教就计较跟比较，这两个邪教来了，慢慢我们灰心了，不用做那么多了，做那么多有什么用呢？很多时候没有所谓，今晚邓子彤弟兄姊妹都同很多侍奉的领袖，包括我讲说话，我都需要靠近你，因为我不知你这么忙，你走来走去你靠什么？我跟你说，我真的很需要靠近我的领袖，写讲章不是一个问题，但可以讲到没人高的，因为讲到是一个 skill 来的，如果我跌倒了我还可以讲到嘛，因为 I know how to handle how to preaching， 但是我讲到没有人高会感动的，求靠神帮助我们，今晚你的生命都动作，你靠近耶稣嘛，如果我都有祈祷，你祈祷的什么？你要花时间认识一个人，爱花时间的弟兄姊妹，我们弟兄姊妹，你认识我们每一个人吗？我们都认识吧，牧师都认识过很多人，但是认识你很清楚吗？牧师一定很识起的老婆，是很识起的老婆，很识起的老婆，是不是？因为为什么你们日日都在一起嘛，大多数嘛，一起吃一起饭，什么都一起做嘛，如果你可以认识一个人，你要花时间；如果你可以认识一个人，你可以靠近他。你可以认识你，不过你企喺边度？我同你啊 ，long distance love， 远距离的爱下嚟嘅，点样爱啊？你点样叫啊？用 Facebook 呢个叫系关系咩？呢个系假嘅，好实际嘅问题。如果你爱你嘅神，点解你唔会靠近佢，同佢花时间喺佢面前呢？你中意同你喺埋一齐嘛？好多人中意耶稣嘅祝福，系唔中意同耶稣喺埋一齐。要同你耶稣喺埋一齐，好唔爽嘅。你讲咁样唔啱，咁样唔啱，行唔啦？我要顺服佢嘅，最好耶稣嚟祝福我得噶啦，唔好太靠近，太靠近我。好辛苦喎，好多嘢去改。但系你靠近神嘅时候，你就知道你嘅生命就会改变噶。如果你靠近火，你一定灭嘅。哈利路亚！如果你讲我靠近神嘅，系唔灭嘅，呢个系假嘅。你可能靠近咩咧？你嘅冰箱啊 ，your fridge， 你靠近佢，你嘅心一定灭。摸下你嘅心。为什么没热的？可能你越没热求。弟兄姊妹，这两个门徒是一个好的例子。我成为一个牧师，真的很鼓励弟兄姊妹出于爱的
鼓励大兄姐妹，我都系好多时候我哋唔够靠近。如果我唔靠系靠近我个神，我好多时候听唔到佢嘅声音，听唔到佢嘅声音，我就好紧张咯。因为我唔知我讲乜，我好惊喎。耶稣讲，我都唔系讲咁样嘅，你落嚟，你讲咩说话？但我嘅话唔系咁讲嘅，唔系咧。最后一点好快的，我讲第三点，不用重复了，就是更新人内心，重回起步起点。一起来说，更新内心，重回起点。圣经跟我们说，这两个人突然之间是知道耶稣了，哇，突然之间他们眼睛就亮了，因为耶稣靠近他们，越来越近，就是坐在他们的中间和他们讲说话的时候，他们圣经说心意和他们彼此说，我们的心耶稣和我一起的时候，和我们倾偈的时候，和我们讲神的说话的时候，我们的心不是火热的吗？刚才我们是很冷静，现在是火热的、哦、哇，他们就很高兴，就走回去耶路撒冷，走回了同样的地方，同样的起点，翻翻你哋自己嘅起点，弟兄姊妹，复兴点样咧？翻起 the starting point，go back to the starting point。点解你爱侍奉神？点解我爱侍奉神？我做到牧师三十年，常常都问自己，点解我爱去做牧师？哎呀，做咗头都湿咗咯，做埋咯，仲可以点样？五十几岁咯，仲换工啊？我唔系咁样嚟回答自己喎。点解我爱侍奉神？人哋对我唔好，我点爱侍奉器？我受到伤，点爱侍奉器？好简单，嗰一日我祈祷，我跪低喺上帝嘅面前神啊！我将我嘅生命，我近时我十九二十岁，我献上俾你，一生一世侍奉，做传道，做牧师。嗰阵时，请问我献身嘅时候，我又同耶稣讲。耶稣，我侍奉你，不过有条件，我揸大车噶，我一定去有请噶，我一定是一个大教会的大牧师啊，唔好做细噶，细我唔爱噶，系咪咧？我谂都冇谂到，乜嘢都冇谂到，谂到自己嘅前途吗？冇谂，如果谂啊，唔敢做啦。十九岁会谂到乜嘢？我乜嘢都冇谂。牧师，如果你做牧师，点样算啊？我记得我老婆的我家起个弟姐，我的阿姨仔嗬，佢同我讲，佢爱娶我个女阿妹啊，你用得起佢吗？嗰阵时我好后生，我年轻讲话火气啲咯，我讲你有睇到报纸啊，一个牧师啊饿死喺路边，因为冇人照顾起，佢饿死，因为好穷，有冇睇到？咁样讲一个真理系啱啊！到而家我哋冇睇到牧师前途死喺路边，因为冇嘢食。如果有一日睇到我死喺路边，第一个爱打嘅就系我会有。如果系白色震灯拉死，对唔住啊，咁样讲唔好啊。欺我啊，冇嘢食啊，同人哋攞钱我俾我你几沟钱食饭，边个嘅错咧？你哋 CGBC 嘅人，每一个人我抵大摆嘛。点解咧？你哋冇照顾你哋嘅牧师嘅，系咪咧？但系我同大兄姊妹讲，嗰日我好火气咁样回答，我知道我唔啱，但系我讲系一个事实，系咪？真系我神保守到我哋，我哋而家我一餐冇饭食啊，系食太过多会肥啊。但系呢个唔系重点，点解我去服侍神？人哋讲你做到三十年够啦，退休啦，做你自佢中意做嘅嘢啦。哦，你系打一份工啫嘛，我唔系打一份工。教牌我系做 salesman 嘅，我唔系打一份工，我系做一个神圣嘅服侍嘅工作。我唔系为咗钱嚟做牧师。为钱唔使做牧师，做生意得噶啦。牧师都唔使做到辛辛苦苦，做系靠做翻个师咪够噶咯。好容易喺自己揾利受嘅，我坐呢又唔系讲你啊。
因为神的呼召在你的身上，是不是呢？我很欣赏你，你们可以欣赏你的牧师，是不是呢？牺牲不是说牺自己愿意，但是你们看到牺不是说找不到工是什么，在这里兄姊妹分分你，为什么你爱献身？为什么？我问我自己 Go back to the starting point， 你为了人家给你的掌声吗？洗气啦，你希望人家给你掌声，人家给你巴掌声啊，是不是呢？你不要希望人家给你掌声，耶稣给你的掌声最好。听住未？翻翻起，你的内心改变。圣经跟我们说，你们翻翻起，请问你们翻翻起的时候，耶路撒冷是不是一样的耶路撒冷？一样吗？当然是一样啦。翻翻起怡保今天你得到复兴之后，你翻起你家里，或者 next week 你再翻翻起，请问 CTBC 有没有不一样？一模一样，怡保都是怡保，没什么改变，芽菜鸡继续是芽菜鸡，不是芽菜变鸡，鸡变芽菜，是不是呢？老王就是老王，恩记继续是恩记，吃得又吃得，不吃得又不吃得，又是这样，回来是一模一样。你再回来 next week 你再回来，听朝早你去起身，好多嘢都系一样，你嘅家都冇改变，你个老婆都冇改变，一样咁靓，冇讲唔靓啦，一样，你嘅仔女一模一样，你嘅车一模一样，你嘅床都一模一样，但系有一样唔一样，你个内心嘅。呢两个门徒翻翻起时候，佢哋系跑翻起噶，嚟嘅时候系拉住你噶，好多人嚟教会都系咁样。拉住你的，今天我去侍奉咯，点啊？都冇法咯。呢个时期系我六，如果唔系我去游浮咯，去玩噶啦。翻翻嚟到系一样，但系你嘅内心已经唔系。内心系火热嘅，佢哋走翻去耶路撒冷，边度出嚟，边度翻翻嚟，乜嘅地方跌倒，乜嘢地方企上嚟，在哪里跌倒，在哪里爬起来。很简单的道理，张姐妹，好多时候好多人讲牧师，我唔系唔爱嚟教会，我唔得闲嘛，冇嚟一次教会唔会死嘅，我讲会死，死梗，阿姐讲死梗，点解会死梗之嘛？英文讲 dying 啊，你嘅心灵慢慢死，我冇嚟一次，冇嚟两次，我嘅生意就做到嘭嘭声，系。你睇到你嘅生意继续，神会祝福你，你冇俾十分之一好耐㗎啦，神都祝福你。但好唔记得呢个系恩典嚟嘅。仲有 ,something is losing。祝福已经 losing,something is different。你嘅心灵慢慢硬，好似你嘅肝啊慢慢硬咗。肝硬化啦，每天肝都在沉重。肝硬化是一次发生的吗？心灵也一样，慢慢会死的。很多人说，哎呀，今天为什么整天来教会都一样？为什么会一样？因为你参加教会的时候，你忘记了每一次的这一个聚会就是一荡一回的以马忤之路，你带来是灰心的，回去都是要热心的。你来敬拜之后，你来听到之后，回去的时候不一样了。为什么？有一个人说，师父，你每天叫我拿水上山下山，拿那个烂的那个篓子都整天都漏水了，拿上去回来又完了，你就叫我做这种啥事啊？做个傻事。那个师父同你讲，你不要做错事啊，你注意台，看你的篓子越来越干净，你的篮越来越干净了，有没有看见？拿来拿去，拿来真的越来越干净。兄姊妹，你好似讲我每一个礼拜都嚟翻翻有一样吗？你睇下你嘅心灵，神嘅说话讲，佢嘅话洗净你嘅心，唔系咧？系咪咧？你越来越亲近耶稣，越来越明白耶稣，越来越深。你如果唔去参加聚会一年嘅时候，你试下睇，你会唔会咁火热咧？好多离开侍奉嘅人，
大多数都唔现实。原谅我咁样讲话，我讲系唔真嘅。好多时候侍奉就系一个俾你祝福嘅地方，你未祝福别人先，你得到祝福先。侍奉者最大嘅收益就系自己啦。你喺火堆中，圣经说：常常活着侍奉神，活着的人就会常常服侍神。服侍主就越活着，这两个是 mutual interconnected 嚟嘅。如果我哋乜嘢都唔使做，你睇下你会唔会咁热心？系多数我哋都唔热心，系咪咧？求主帮助我哋，我哋一定爱重新翻翻嚟。每一次嘅 camp， 弟兄姊妹一定爱参加，因为 camp 就系一场以马互斯嘅路。你讲我咪又参加翻翻嚟，又冇嘢，因为你嘅衫错咗。你没有带过期望的心，你都不想听神的话，你是顾着找牧师那里有什么好吃啊，哎，那些不好吃我不爱去了，这么贵。弟兄姊妹，不是吃，吃是好的，但不是吃，你的心灵的准备很重要，是不是？如果你没有带过准备的心，没有期望的心，什么你都带不到，包括今晚一样。你说这个座开，你们说得这么大声，如果你带着这样的心，你一定失望，是不是？如果你说我今晚很想听到上帝跟我说，我听到耶稣说靠近我，你一定听到我声音，你一定会看到我的作为，靠近我，你的心一定会，因为我是烈火，我不是冷冰冰的神，你 靠近神的火，看看热到你爆，如果一个人火堆出来的，你都可以感到哇你这么热的，对了。如果你见到神好像摩西起落地的时候，你的身体都起的人整个发光，圣经说他去拿拖住来包住，太光睇唔到你，太光呢个系一个真正遇到神嘅心系点嘅？摸下自己嘅心，今晚耶稣爱我哋嘅心，可能你未听过咁样嘅道，第一次嘅道，但我同你讲，呢个系神真系我嘅心中爱同你哋讲，今晚。再走一回呢，以马忤斯，阿门。我哋一齐起立，我哋求主帮助我哋，我哋一齐嚟祈祷。我哋冇赶时间，希望大家可以留步。我咁远嚟，就希望可以带呢个属灵嘅祝福俾你。我一年嚟一次嘅。牧师如果再不爱请我，我没想干的。多谢牧师，相信我，再请我交这个讲台给我。但弟兄姊妹，我跟你们说，我希望这一次是一个一回以马忤斯路，今晚就是给你经验到神的火热爱临到你的身上，抛开你所有的成见，为什么不是这样的？如果我没受伤，如果我神没祝福我，如果我发生这个事，我是这么热心，不要这么多的借口，那些都不重要的。如果神的火来的时候，一切都不重要了，可以说阿们吗？那些不对的东西他会消失，最重要你里面不对的东西先消失，先你就会看到。我们请诗琴帮助我们唱一首平安好吗？诗琴帮我们。我们灯光伸下少少灯，伸少少，可能你们没做过，其实伸少少是给我们比较有可以集中我们的精神，因为好光的时候我们好像有些怕，不可以相信人，很多人看我，没人看你，神看到你。现在你不要在意有没有人看你，
一阵间你喊啊，好艰难睇；一阵间啊，神做工嘅时候你头发散咗，哎呀唔好睇啊！哦，唔好理嗰啲嘢。我相信今晚神，哈利路亚，唔使怕，用圣灵嘅自己做工啊！我唱呢首诗歌平安。我哋we come into chorus 啊啊 ，sing we chorus。我们呼求你，我们呼求你，一齐嚟唱呢首歌。我们祷告你，你就应允我们。我们寻求你，殷勤寻求你，就被圣洁的覆盖。继续的唱，我们呼求你，我们祷告你，你就应允我们。我们寻求你，甘心寻求你，就必寻见你。我们请姐妹唱，姐妹唱，姐妹唱。我求你，我闭上你的眼睛来唱，告你，告诉上帝，上帝啊，我听到你的声音了。我就是以马忤斯路上的门徒，主啊救我，主啊帮助我，我要活着，我要侍奉你，我不要再灰心。圣洁的弟兄们，我们呼求你，我们祷告你，你就应允我们。我们心求你，断情心求你，就被圣洁的。来，一起来唱。我们呼求你，我们祷告你，你就应允我们。今天是一个奋兴会，今天是一个平灵会。弟兄们，打开你的心，我们的聚会还未结束，这个时候是很重要的时间，大家听我的心。我们呼求你，我们祷告你，你就应允我们。我们心求你，转身心求你。哦，哈利路亚！听到了，哈利路亚！音乐继续的弹奏，弟兄姐妹，开声来祷告，开声来祷告。弟兄姐妹，开声来祈祷，开声。无论你讲方言都好，乜嘢都好，神同你讲说话，快啲回应。因为神今晚我去复兴你，神我去救你，神我去再次攞走你的灰心，你的痛苦。唔好睇自己，睇耶稣，唔好忽略耶稣，唔好俾耶稣做第三者。耶稣系你的救主，耶稣唔满意你而家嘅生活方式，耶稣唔满意，耶稣爱你改变。我要帮助你，卡拉巴山代，卡拉巴卡山代，我们呼求你，我们祷告你，你就应允我们。圣灵来充满我们，圣灵欢迎你来复兴你的教会，复兴你的子民，就必圣洁的。哈利路亚！弟兄姊妹，信服圣灵的引导，当我们再创一次的时候，今晚就是一回的以马忤斯路，一回的复兴之路，不要错过这次，你的
问题，你的灰心，你好多嘅嘢，俾耶稣嚟改变你嘅生活方式。耶稣爱再一次摸着你嘅心，唔好做一个冷淡嘅基督徒，唔好做一个不冷不热嘅基督徒，唔好做一个随便嘅门徒。耶稣爱你火热，当你改变嘅时候，你嘅家庭会改变，你嘅事业会改变，你嘅周遭嘅人会睇到你嘅改变而改变。你会成日被人的祝福，你的臭脾气，你的个性，爱被神的火来焚烧。你满意你的生命吗？耶稣爱帮助你。我们再取一次的时候，好自由来到这个台上，好自由来敬拜神。我们看神怎样带领我们，没人同你握手都不紧要，有牧师，有领袖，包括所有侍奉人员，包括所有音乐的人，都可以停止落低嚟，再一次寻求神。我哋有背景嘅音乐可以看，我希望可以为所有嘅人，包括所有侍奉嘅人，再一次俾你哋奋兴起嚟。再次唱一次，我哋就祈祷，能不能出嚟好吗？好似又唔使担心，可能你唔习惯出嚟。今晚就系你第一次让耶稣再一次帮助你，俾你心灵再一次复兴。翻到嘅时候，你不再一样，因为不再一样嘅灵，不再一样嘅生命喺你嘅中间动工了。哈利路亚。我们呼求你，我们祷告。快点出来，快点出来，快点来领受神的祝福。快点同神讲，可以我的三耶稣。主啊，主啊，包括所有侍奉的人，包括我，求你圣洁你。卡拉巴斯卡拉，我哋开心嚟祈祷，开心嚟祈祷。卡拉巴利安大斯卡拉巴，我哋可以开呢个背景嘅音乐嗬，我哋唔使唱嗬，自己大家自由嘅，可以跪低都好。我哋每个侍奉嘅人都嚟到神嘅面前，神啊，再一次复兴我，分去到起点，弟兄姊妹分去到起点。起初你点样信神？起初你点样同耶稣讲？耶稣爱侍奉你。仲记得吗？你的动机就好单纯，好单纯。点解你信耶稣？好单纯。但系继续分起单纯嘅心，耶稣爱你单纯，耶稣唔爱你复复杂杂，唔好讲好多嘅接口，分离耶稣嘅面前，靠近气，你就听到你嘅声音，靠近气，你会充满你。哈利路亚，背景嘅音乐太大声了。哈利路亚，卡拉巴斯卡拉巴，我哋一齐嚟祈祷。斯加拉巴利安达拉巴，圣灵在我们的中间，好牧师传道都可以为你祈祷。哈利路亚，好自由的，并圣灵在我们的中间，靠赞神，我们可以跪低，你可以起立都得，随便你。圣灵在我们中间，你跟耶稣说，今天我想遇见你，今天我想靠近你，耶稣你帮助我，我会听到你的声音，我爱你改变我的生命，我都不满意我自己的生命，耶稣你帮助我，今晚就是今晚，再一次复兴我，再一次给我看到你的真理，我侍奉你，我没有能力，我侍奉你，我没有异象，我侍奉你，一日算一日，我已经失去了信心，我已经失去了热心，我已经失去了方向，我是做为了做而做的，我做我的责任的。神爱同你讲话，卡拉巴斯卡拉巴利安达拉巴山大，斯卡拉巴利安达拉巴利安达拉巴利安大，哈拉巴基安大，卡拉巴斯卡拉巴利安大，哈拉巴利安达拉巴利安大，斯卡拉巴利安大，哈利路亚！哦，圣灵喺我哋中间，再一次复兴我。嗰啲冇出嚟嘅，开声都祈祷啦，开声同神讲啦。如果你需要嘅，继续出嚟，唔使怕，继续出嚟。你未试过，你点知啊？神爱祝福你，哈利路亚！再一次奋兴你，哈利路亚！我哋牧师前途好自由，可以行动。哦，你有咩感动？
为其他嘅人祈祷，好似啊，我哋为你哋祈祷，哈利路亚，包括坐喺嗰度嘅，为你哋祈祷，哈利路亚，斯卡拉巴啲人带，卡拉巴嗬，啊，宣传道都可以帮手嗬，可怜帮佢哋嘅，哈拉巴斯卡拉巴啲人带，哈利路亚，巴加斯基啲人带，一齐嚟祈祷，孝子嘅复兴嘅灵嚟到我哋嘅身上，哈利路亚。
利路亚。你仲有边位啊？心中有追求，啊、我哋唔使咁急，时间仲早、啊、你心中有追求，你系想牧师过嚟帮你。